年达成这样一个身份。那么我觉得作为一代的青年，未来之中的大使呢，我觉得就是需要去就是去在 APEC 这样一个平台上呼吁大家广大的青年朋友多去做好自己的同时呢，多去关注我们国家社会，对，去跟其他各个国家青年去做一些思维性的碰撞。就非常期待能够在这里跟其他各个国家的青年人一起去交流沟通，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世界，还有看到中国。其实在参与到环境保护当中呢，就会感受到其实环境保护就是从自己身边的小事做起。环境保护就是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可能在生活中大家可以就是不再使用一次性的一些塑料的一些东西，出门的时候你说要关好灯，关好所有的电器产品，其实就是任何一个小的事情聚少成多，就可以为我们的环境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那么未来就是希望跟大家就是一块儿都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做青年兴则国家兴嘛。我觉得现代青年就是要去规范自己的言行，然后呢去提高自己的素质，那么我觉得就可以为国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改变。去做好自己的同时呢，也可以多多去关注国家社会上的一些事情，去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青春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关键的就是奋斗吧，对，因为我觉得如果青春不用来奋斗，那就不叫青春了，对。